네 감자야. 어, 준수 하나 버려, 만 더. 나네. 你卡等下跟我洗干。要创啥？我想要带你去溪仔边看鸭。美丽的制作人。对，我有一件事要问你。我们两个看起来是像姐弟呢，还是像兄妹？说实话。穿军服的时候像姐弟，然后哦，穿便服看起来就是比我老。你刚刚还有，你的皱纹也不少啊，所以我才说你看起来像姐弟。你可以再没礼貌一点，不要吸啊。镜头里面看起来很漂亮哦，真的。好看，你没下巴，跟你。好，分我。哦，穿便服你会看起来对，你比较老。真假？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要换便服。相信孩子不相信，他不愿意承认。人黑就真的会看起来。我是说真的啦，我是说真的。天，就两个啦。我替你们三个担心。我们三个疯了。好累了。还是最新八点大戏《雨后骄阳》。